因为我本来就想画漫画看漫画，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讲说故事，不管是这样的故事，对，然后之后就是试着去找相关工作，对，然后就看到这边，我觉得我们自己成长了许多，加上我们的磨合，我们成长了许多，我觉得蛮期待，我们自己蛮期待第二集，然后也很期待读者见到第二集的反应，就是谢谢大家。